市长现在那个市大运有一些项目，比赛项目门票卖不好，现在是有动员里长帮忙动员里民来买，然后现在有里长反弹了。不会吧？我们动员就是说叫大家支持，我们不会分摊说每个人要买多少。可是那个我们不是有个大游行吗？说要里长动员来参加，他们觉得这样好像打肿脸充胖子的感觉。不是，市大运哦，是台北的市大运，我们当然用鼓励的性质叫大家来参加，一定不会用强迫的，这很清楚。像你昨天说到这个敬老卡的部分，是要把它扩大的优惠吗？是要补足之前你砍人家敬老金这样子？其实哦是这样的哦，有责任或是有比较脑袋的政府的。你这样花钱给他，是这种完全是没有政策引导作用。其实政府花钱要有一个政策引导作用，就是说你希望老人过得比较健康，活得比较久，或者说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，而不是钱花给他，然后就想要拿他拜拜。所以，那大家另外一个考量是说，花同样的钱能不能发挥更大的效果。所以我们整个敬老卡的使用啊，要怎么用？我们正在规划。那预计是大概10月会推出吧。